猜猜看，这原本是什么卡通人物？来，我们一起把这盆植物挂上吧。我不够高，我才35岁而已啊，就没办法控制我的。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擦都擦不掉，以后我哪还有脸见人？好啦，不和大家玩了。我其实是不小心把咖啡精洒到地毯上。不知怎么的，感觉好像就只有少女可以吃这个柠檬蛋糕呀。Hello, Hello, Kitty, play with us. 我要毁了你这张猫脸！